어? 2个麻瓜 啊！ 哇，你这么大跳，从两个人中间穿过去就很牛皮啊，里面。 <笑>他妈的，他妈的，战二夫人啊！这就很可惜啊，黛西还是掐了66，没事，回血了。啊！那我们再来一把，居然那就再来一把，<笑>250。 这还进咱60，哎呦，很气啊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哎，今天好像一把楼式神都没有啊！撒个尿，肯定是让尿憋的。 憋得我脑子不灵光了。哎呀，我刚才在平衡4个人，我打了一个，后面3个人要救人，全部是干的，最后一个风筝烟太浓了，我看不到。我走过去之后，方向没判断对，被他反杀了，我真的好烦了。哎，那个人脑袋啊，真的打你。 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就是我没有做好打右手边的准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就被他打了个先手。怎么挑拨皮杆？可以，我把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了，我感觉我现在智商又占领了高地。 太厉害了吧！智商已经占领了高地了。这他妈怎么有人还在我屁股上捡枪了？我去打把单排，你们打完了叫我。 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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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
枪法有了，身法有了，但是运气差一点，好吧？你们觉得打这个游戏运气重成分重吗？那肯定很重要啊。我觉得很重。就同样的是，就比如说你每天打三次，同样一个段位，你每天的杀的人数或者状态各方面都不一定。 这个就是运气。但是别人说运气这个问题跟性格有关系。我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视频，他说做了一个测试，就是性格心态越好的人，运气会比较好一点。 不是越爱笑的人，运气越好吗？差不多是这么意思。就是科学家在一段路的，就是比如说他要去买个咖啡，在这咖啡店里面放了几个硬币，然后挑选了几十个人，让他们都去买咖啡，看谁能捡到那个硬币。做了这样的一个测试，发现捡到硬币的人都是那种活泼开朗的，性格比较好的。 我照你来说，那我运气应该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不如现在很急，不如拿了把 VSS 在打他哥的三百米开外的人。老二也是我们黄金大六赛的几大赞助商之一啊。今天我必吃肯德基。你完全可以吃的。哦，皮蛋。不能杀。皮蛋怎么扔？ 哦哟，皮蛋啊，血亏呀！我没有二级。 皮港的人真的很好打，有人去还上城区吗？又是上城区吗？太远了，我天涯海角，有点远。你很近啊，这些才1000多米。<笑>这哪里才1000多米？那么3000米了都快。你看我跟你飙个点，1000、2000米，不到2000米差不多。我主要是我现在没有二甲，我一直在找这个二甲寻寻觅觅。上城区多呀。 随便建个房子就二甲，或者是在这个中途，万一遇到人了，要操作，没法操作了。那刚好嘛，先搞一波4连枪王，打完就5个，再把上城区搞了。好，就请你，马上动。哇，好多手雷呀！
我有啊，我有三个呢。算了，我不要了，不收了。P 城都没人，你看到没有？龙都没人开。这把卷烟有点快。宿舍楼先看一把，没人就替你报仇。他们猛吗？上城区吗？嗯，就剩两个了，只能说就是正常人的操作。那完了呀，我的水平还达不到正常人的水平。放屁！这么没自信吗，戴鑫？老板跟我说，这把活着自己有火箭，好像苟且偷生一波。首先活着就挺难，再加上这个吃鸡。哪里有二级甲的？有没有印象？落地先搞个二级甲再说。你现在问我，我想想。你现在问我，盒子里面有？别忘了。我操，他们来找我车也飞了一队，我这上城区好像就剩两个，我补掉了一个，他们好像一共就三个人，在二段搞高点，我知道了，在先搞高点，现在已经到三段了。好，他们是从左往右走的路线，他们跑了，他们跑了，戴鑫，我已经看到有车从那个那边出来了，一个金马。不一定，我没有收那么快。没人了，看来是真跑了。你这次有一队，继承有一队，对，继承有一队的啊。我好像感觉到你卡了，戴鑫。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卡，你都感觉到我卡了吗？你已经替我感觉到掉帧了是吗？对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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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麻。但是这一层这个层那么小，不会擦肩而过吧？他收不了那么久的呀，没有人加个油。你说跳这么远，他们一般都是狗分的，那他们不得往这边走是不是？他们会升很久的那些狗分的，一般收附近野区，一般都是什么这种路线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看到了，闻到了一点气味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已经推理出来他们的行进路线了。我操他妈的火力车来了，我操，这里没收过，收过一个门，没道理啊。不应该会往这边走。哎，我看到车了，我闭麦了。哇靠，太多了，我操啊，太多了太多了，顶不住。
带薪那边好玩的，带薪。好、哦，我操，这都能还这都能收六十豆吗？这一堆挺猛啊，这一堆。发。李明阳。啊！你们都死了？嘎了嘎了！你们都死了吗？下播了，我不打了。死了，你们玩。那我是不是不用发豆了？都死了。叫 AI 应该好了呀。发呀，发二十，二十豆。你们几个人？好，你们来。来，六个幺，一个五。我直接就上场、啊、你们等，你们等，上场吗？直接上场，直接上场，刚好来的巧，不如来的好。对，谁又走啊？大西走了，大西走了。还有一个抖音的，打完这把，你们先拜拜。OK， 拜拜。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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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可以先掏一把，正好抖音的。我他妈的是真的没呀、啊！噔噔噔，一会儿送谁了？就大西走了吗？我你二也懂，哎不对，哎不对啊，抖音的来，那咋办？再赌一堆，清风还打吗？喂，打呀打呀打呀，清风打的呀，那我得再赌一堆啊，这赢了就跑，不好意思的呀，对，那我再赌一堆。他几点来？他七点还是八点？七点。哎，正好你们找游下游戏。今天赢不少，今天有史以来赢的最多的一次。上次赢了四百多豆。没事，那你们那个啥吧，那你们你不用再组一堆了。那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再来玩，你一会儿正好让那个什么某音的过来跟你们先组一堆吧，啥呀？看完到几点了、啊、不可以再赌对啊，差不多差不多先搞点会再玩吧。十点。嗯，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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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快喊他过来，吉米啊，打完这局单排呀、啊！嗯，那个什么？寻找光照的方向，把你遗忘，回忆这就成我倔强的模样。我要凭着爱。为啥打单排挺顺的？打单。打大豆这么不顺呢？咋回事儿呢？咋回事儿呢？错、哦，那能一样吗？错，上次去我跳的都不想去了，我。哦。两级反转。等一会儿吧。这也太呆了，这个小卡小丫头。人群里藏着一扇门，这小丫头呆的我都害怕。都改了没？还没改，左上角没改。他们还没发呢，二哥还没发。黛西发了，黛西先溜了。看二哥操作一把吧，我休息一会儿。
穿这个小红色衣服的都呆呀。就是穿这个小红色衣服的都呆呀。小红点怎么搞的？这个说起来就麻烦了，你送我张办卡我就告诉你。屏幕中间的小红点怎么搞的？这个说起来就麻烦了。不拿不觉得二连办卡，你送我张办卡我就告诉你。屏幕中间这个小红点，你送我张办卡我就教给你怎么调。这冷酷拿不觉得二连办卡，包教包会。屏幕中间这个小红点，你送我张办卡我就教给你怎么。调不出来，包交包会，办卡退给你，不需要你改任何硬件设施。调不出来，非常的这个办卡退给你，非常的困难啊，非常困难。不需要你改任何硬件设施，但是非常我帮你调就非常的困难啊。但是我帮你调就手到擒来。光珠啊，光珠啊，你让那个抖音主播先来我 YY， 然后你给他上个马甲，你用电脑，然后我操，刚才这儿两个船变成车了，然后正好破皮，然后给他讲讲规则。嘣嘣嘣嘣完了，怎么一眨眼就开船走？这位置，这位置有点拉胯呀。敌军与这边围墙，叶城是吗？至于金色风衣，对，金色风衣，他跟过几天你那个应该是同一个工会的，嗯，感谢俩梨的办卡啊，很简单啊，我教给你啊。就这样，你呢把游戏打开，然后点这个效果设置，你把不开镜的准帧颜色本来是白的默认啊，你改成红的就有小红点，以前是个小白点，简单吧，学会了吧？这办卡办的不亏啊。他搁这变办卡，我靠，大头赛等他打完啊，等他打完这把单排呀、啊。坏了，兄弟们记得下载反诈 APP 啊，时刻盯防，像老二这种。等现在放一个，然后进去的话。频道号是啥？是这个是吧？八九六那个。啊，这破皮的，
我比一会儿他来，你给他上个马甲。我怎么给他上啊？这不你的吗？哦，这一月的，我操！这是你的，一月的。哦，换我的，换我的，换我的。我真是。走走走，去我的，去我的。翻个歪歪。有尴尬呀，有尴尬。好了，你给他上个马甲呀。王族，喂，能听到吧？你给他上个马甲，能听到吗？叶晨，能，我这边麦有没有问题？好像喂，没吧。能听到吗？叶晨，听着 very 都可以。我这边麦有没有问题？好像没吧。听着 very 都 good。齐老板，给他讲讲规则。齐老板，我们一会儿进行一个娱乐的赛，叫黄金大豆赛，就是我们四个人组队，然后去匹单四，懂吗？如果是 普通模式的话，就是前五之前要杀满七个人，或者是杀十二个直接毕业。如果你没杀到七个的话，就要发豆豆，到时候李明阳让李明阳拉个群就行。如果能飞到龙狮城或者是冰雪，就是十个人及格，然后十五个人毕业，前五之前。基本上懂的。对，如果有这么准的吗？杀一个开播的主播的话，男的。那这个怎么？杀一个开播的男主播。会说的。啊。然后不能前五之前不能骑龙，不能骑狮子。然后不能互帮，不能去抢人头，不能协助。龙狮城和冰雪可以，出去之后就不行了。就出去以后，如果队友倒了也不能救了啊。可以救，但是没有卡的话四十多救一次，有卡的话是十多救一次。单人吃鸡的话还有额外豆豆，还要比人头数，有个外场的，就是谁人头多就是每人给他二十豆。哇，这里信息量有点大，一会儿玩起来就简单了。反正就嘎嘎杀人就行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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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意思。这领悟力非常的强，就这个意思。比如你前五之前你杀满七个或者是十个，你就要进白圈，你不能在圈外苟着。嗯。咱们是开房间吗？我等一下，我打完这局一会儿直接匹配，就正常匹配。好 OK OK， 上个段位高一点的号。 OK， 那你在群里加上我的微信吧，我一会儿拉你进讨论组。这个桑赛就是我了，猫头像。我上个厕所啊，我去。
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。你还有多久？这是第几个圈？第四个圈还是第五个圈？马上第五个圈了。这个单排。剩十六个。很快了。五分钟吧。差不多该嘎了吧，黎明啊。能不能盼我点好 ？OK， 那你赶紧去气人，给他们干掉好吧？我带清人啊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怎么还不死呀？那河里不是有人？他怎么这么顽强？这还有什么可以清人的地方？在呢，我在呢，等他打完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喝一口开水。谢谢四哥来了送的办卡，谢谢。准呐、啊，这个。有点坏啊，轮胎全给人修了。前方有危险！操，那个人在看我。前方有危险。对他打的单排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
我、哦、这枪压的嘎嘎稳。什么破圈？前方有危险！去换个号来。吃鸡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拉一下，你拉一下皮老板，我强制老换号。那要、要不进个那个什么的那个聊天聊天聊天啊，对 对, 对，聊天室六个幺一个五，六个幺一个五。来了吗？六个一，一个五，打成六个六了。OK， 六个一，打成六个六了。这不是瘦吗？几个六啊？你也是秦风吗？还是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OK， 不是六个一，六个一，一个五，不是六。Okay. 对，六个一，一个五。我打成六，六个六了。哦呦，这么帅吗？还有音效。哦，人起了吗？起了吗？起了吧。起了呀。哦 ，OK OK， 开开开开。啊，对啊，还没发豆，二哥。发这就发，我先把他好友加拉进群。OK OK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二十多还没发是吧？对的，对的。你也没发吗？发到了，李明阳。对，我忘了，讲规则的全。OK， 队伍慢啊。嗯，你可以随便标个点，你自己去哪，然后不要跟随就行。哎，是吧？谢谢老板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
这把是七和十二我。七十二。我想一下，我跳人。进前五之前杀七个。上城区不是我死就是他死。你们怎么不去 B 城了、啊？以前不都是直接去 B 城吗？行，我不去。新朋友怎么去了？都跳这种。P 城用梦大梦丹去了。他骗你，你把人家骗去 P 城了。没有。P 城太猛了。去济港，济港稍微好一点。对对，基地好打一点。你打架的话，先吵的话，记得先闭麦哦。嘿。倒了，我可以求饶吗？我跟他们说别打我。可以，只要能饶得过去，这个是没问题的。好的，人有点多，我溜了。这是个真人吗？这是个什么？跳了一个啊！应该有队友。哇，怎么这么卡呀？别跑！哎呦，离谱！求饶当然可以，只要能活，怎么样都行。我操，这开了无敌状态吗？这是撞不死。那个人机也算吧？算算。啊。是。跑了吗？房子都不收。那我听到的脚步是人机的吗？这个大斧，这是走了走了，躺了，再早要出事了，再。车都开没油了，不止一个，有队友的。这是个真人，这是个，我给啊。
还得是我胆子大呀。不是很人机还是他队友？难道那不是那个是人机吗？我操！是，打个连胜。OK 了呀，这一身装备够肥了，就是差点配件儿。你醒了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嘎嘎真，嘎嘎保真。拉个车，别等一下被火力车给咬了。再见。嘟嘟嘟嘟嘟，这个我连他尸体都找不着，我怎么防他自救器呀？你们打几个了？疯狂杀，三个，三个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三个。我看你一直在那打，怎么才三个？骗我是不是？啊，什么鬼？知道我这个号没营地，骗我。我相信。我真的相信你们。哎，这怎么跑了他？这局打七个就够了，不着急。我错了哥，错了哥，错了哥。这大哥惹错人了，这。
下次喝吧。有一对卡点的啊，你们小心着点吧。给你们透露个小道消息。有一对卡点的。嗯。是他队友吗？我看看你在哪。学校阿成。哦。这不干我。哦。不干我，什么时候可以用那个狮子来着？前五，前五，前五以后啊？对对对，前五以前，对。那我剪了，现在不用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剪，可以。那就行。他那个车皮我看不见，副驾驶有没有人？那车皮我看不着，副驾驶有没有人？我以为没人呢，不打我。你俩干啥？跟着我干啥？啊？谁跟着你啊？我从 S 城那边过来的。我打了个连兽，绕一下，没有跟着你啊。我们四个全在这了，好像都在这附近呢。是不是又没别好屁后面就跟着我，这回有车啊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我这回有车，你做梦。想害我，你做梦。我害你干嘛？害我又不是一回两回了。我几个指头都数不过来。怎么可能去害你呢？啊，你接盘了、啊？你接吧。不用。这怎么办？这么凶吗？我刚给那蹦蹦害到宿舍楼，你过去了。我操！完了，骑龙的我，滚啊！那有些时候飞出去不掉血的，他为什么这么远他不掉血呢？他飞出去20米，下来又打了4枪。打鸟龙下车怎么不掉血？我多年单排扣了我30分。谁在放屁呀、啊？
我操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那又换位置了。服了，我操，这个人好能跑啊！什么情况？情况？疯！妈被，哦被秀了！哎呀，我真的人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这人是真的能跑。队友来了，这个人不敢跟我打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就是跑，一直跑。稳住心态啊！我看被有点被这个人心态搞得有点烦。我哟，炸倒一个，那肯定炸残脸。又倒一个，感觉这波有了呀！我不信，最后一个肯定是妖射身法怪。哦，来一波吧，站得不动的我靠，最后一个。哦，吸血器吗？这有了呀，这有了呀！哦，吓人！我靠，差点就凉了我，哥哥。他们好肥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舔呢、啊。快舔快舔，舔完进圈了。哦，进圈，对对对。是不是还有一堆骑龙的呀？好像是，就俩。我死的就很气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妈！他从这个楼上飞下来，飞贼远，然后还没，然后我打了他四枪，还没中。然后还没嘎，是吧？啊！我天！他从楼出来飞的可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掉血。
要去你们的毕生的厕所去瞅一下。嗯哼。哦，又是这张。好，家人们，这波我要去炮楼。这不会来一队吧？哇，这里无敌好吗？这必须来一队吧？我感觉也要来一队啊。这波这把是七杀。我来，我看我这。你这波不死，我们真的很难收场啊。是吗？一会儿我给你们报仇，你们记一下他们的名字。哎，等一下。小齐今天没打过啊，一个妹子把我杀了。还有人机，我活的没人机时间长。我不理解。等，我怀疑这是、哎、那个人给我系统大搞得很烦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这里纠缠太久，他不敢和我打，他就一直跑，就一直跑。搞了半天，我操，他队友来了。那、哎、队友来就算了，我操，那个下车下车又上车，下车又上车，我操。第一波没给那个人扫掉，然后，哎，哇，就嘎了。怎么还有人在摇车啊？很欢。搞心态。哎呦，又打起来了！哎呦，还没前五，我人傻了。嗯嗯。又打起来了，这波我感觉要钱我了。我上个厕所去。14个人还没钱我啊！我不信，我操！感觉有点危险。请我了，喂。哦，这局质量太低了，这就请我了。啊，请我了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打的架。左边狂刷屏那三个队，哎，你看又摔死一个，摔倒了。前面那个六房我看他很久了，我去看有没有人。忘记把那个豆给打出来了。这还没前五吗？13个。对了。前五了。啊、哦。前五了。都稳了呀，掐大豆了。没有龙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上房顶。就是这个呆呆，我记得他穿的什么衣服。他跟我疯狂在那里绕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哎呦，我的轮胎还暴露了，他们有车了啊！
这一队很怂蛋，他就不跟你打、啊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应该三个人。是吗？我现在到现在就看见俩，他们是不是被搞掉一个？有一个是妹子，一带一，应该要么就二带一。上来了，我不理解。白给呀、啊、这下面还有一个防区，找个队友。哦，他们就是两个。这个妹子，哇，这个妹子真的好队友。右边有脚步。啊！在跑，在你后面，堵里面。咬你们！我给哇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又要多吃十个。我怎么按了个探头啊？差点，差点。我把号换回来。六十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哎、嗯，你们刚才怎么扔满了？拉错了。60上个厕所去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今天好像一把龙四城都没飞耶。好像是，嗯，打了一下午了。
飞龙之城吗？这飞不到，龙之城飞不到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这把飞个皮卡，今天是不是就没有打过龙狮城里面？一把都没跳过。陪着猫，你俩要跟着我吗？这 ID 好熟啊。错了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我好想去龙之城啊，怎么办？只能看运气。低保我操，屁成屁港这么多人，这是卡了吗？二号是抖音的叶晨，我操，屁熊二爆头，我靠，哇，这给我头爆了，我不理解，我没了，运气不太好啊！哇，亏死！插了一把大招。让我也来一把吧，我多的不要210就行。210就行。你想直接拉满、啊？回不了血了。上城区有人去嗨他吗？接个牌，三个妹子，杰米啊，我补掉了一个。他们一人一把小手枪跟我贴脸，我打不过来了。那还把你打死了？我不信你。因为我在打他队友啊，他 P 九二给我爆头了。真爆头了！我不信，你换一个人。问我不问。他们太远了，你就你在 S 城。门怎么开了？年兽开了吗？真的吗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被 P 九二爆头了，你敢信？啪，我没了。连个假都收不着，这回没骗我，久违的没有骗我吗？真的，那队就剩三个了。相信我是人机，哇！哦，
哦，这这反应可以，猛的一匹。快去上城去抢人头了，叶晨，别让李明阳那个被抢了，那几个妹子嘛，全是豆豆。我去那个吧，上城区在奔跑的豆豆。我还是去那个 P 港吧，我还是去 P 港吧。安包，你们死吧！这你不过去害他吗，李明阳？你看他俩穿的那个衣服，哎，就像那个小学生春游的衣服。我换了车，把这里安包给他做了。屁敢给你报仇了，冲他屁敢。很浪漫的。直接过去跟他 battle 了，不，有自救吗？有自救包吗？好像没有，他没的。两枪头，兄弟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吃大豆的机会来了呀，叶晨。玩到最后，他大豆啊！你现在已经有60豆豆了，你现在杀人最多。一枪，两枪。我是憨包，我是大憨包。
岗这一队嘎嘎猛，他们三拖一的一个妹子，有一个破绽。小粉一的提前枪离了个大补，真的那个提前枪有点猛啊，真的。这对是阿猫对象他们。哇，这个人一丝血我打了他99，我哼。这对一狐狸压制压得凶了、没事，你已经有60豆豆了。对，有20也成熟豆，也成熟豆了。好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那个破绽我没补他，我本想是留着钓鱼的，结果发现我操，这好像没有钓到鱼。龙狮城啊，钓的是鲨鱼啊。龙狮城吗？要不要搞一把？这一下我都没打过了，我们打了一天了，要那一把都没有。那对，龙狮城要10桶，感觉这把匹的是经典。我也有那种感觉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终于来了一把了，特种兵，不错不错。OK， 这龙狮城要杀够10出来啊！对对对，不是，就是龙狮城这个航线就是要杀10，你去外面再杀都无所谓。哦 ，OK。哦，我看成这是，差点看成这人10万热烈值，我有。10万。没有没有，我看错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头屏又断了，我不要。不涨。那个里值最高也就这些了。可以积累啊，你可以无限刷军需，然后套现服饰币，或者是买飞行器。哦，太聪明了。哎，你先看吧，看完我看你有多少热力值，我就不套了。我我操，完犊子了，兄弟们！逮到两个吊大飞儿的。
他们也不亮。什么鬼呀、啊？啊？谁在哪 ？M 城？你俩这是杀疯了，疯了呀都。还好还好，这轮流交替着来呀、啊、这。对呀、啊。我这卡赶回来啥也没了我。那鬼呀！你那边几个了呀？咱俩一样。一样吗？有个狮子，先捡上。呀，达标俩。操！
我卡伞直接给我甩到下边的三房去了。这个伞包啊，谁的伞包啊？他的伞包，我来得及吗？我好像来不及了。啊，带我一个。我也再放一个吧。及格了呀，及格了呀，摇一波，现在就开始摇吗？这么早吗？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，现在有点早了。二哥也达标了吗？快杀快杀五个头，李明阳，我们来摇骰子了。哇操！我再杀五个有点难呀。随便找五个人搞搞一个满编，吃个人机就行了。快冲！哇，这些人血猛。去 M 城了 ，M 城夜城不搞在那了吗？那边应该有人。对，看给我报仇。报仇报仇。这帮人血猛，你们先摇着嘛，急什么？等你嘛，一起摇嘛。我们这太早了，这么大个圈。别把我当人看，你们摇就行。不行，得把你重视起来，你们。我都350了。哈哈，这么多了吧？多少？你发多少了？他刚说多少？他350。350吗？真的假的？你们摇就行，不用管我，我就是个废物。都350了，你们摇，我有点点。没有人来呀，这个兵群。我现在也是负着呢，咱俩差不多。看样子今天我是唯一的赢家了呀。我怎么捡工头把把都是大炮？
你们的大炮怎么？下次我帮你捡，再捡木头五个豆，好吧？然后捡到 MG 三，我十个豆卖给你，哦，五个豆吧。不要。你说这个单子捡空投多不容易，每回都是大炮。这系统，系统可不管你是不是单子啊。管你啥几个，先来个兰博基尼。你们从 M 城走了吗 ？M 城没有、啊、去，没去，都没去过。你去吧，这边还有一个操控，你要来吗？加油哟！我有在钻山甲了。我屌你哥哟！哇吐，还有 AWM。哎，你猜我要往哪走？猜不到吧？我感觉一会儿就是我俩的战争了。我也感觉。我先干一波，一个麦。我操！哇，错了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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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干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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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不干了，不干了，这能忍吗？不干了，不干了。我掐指一算，是不是这个蓝点甲车库？我操，火力车，我操！错了哥，错了哥，别追了，错了哥。差不多该嘎了，错了错了，人生呐、啊，早点解脱就早点解脱，别追我了，差不多了，不用坚持了，快跑，要不下山反山，直接摔死吧，要不，快跑快跑，还有机会还有机会，你为什么这都不嘎呀？嘎不了嘎不了。活了活了，我操！啊，我不理解，我们就差一枪。我操，准备过去干一波，直接就是两枪头。哎呦，李明阳差一个，好像那边他不会又差一个的时候嘎嘎了。呀，哎呦呀，真真嘎了。我操你大爷！没有和你这一队，我太厉害了。救救我！被来死了！妈的，来了一队，来了一队，他妈的插了一脚！摇起来！我掷出了一个点数，我掷出了一个点数。哎，去吧去吧！你怎么会九十三了？我不理解，是不是骰子坏了？哪个点啊？哎 ，M 城 M 城，他们打架呢，打得嘎嘎激烈。那条啊，是餐厅那条街还是上面？你过去你又看到了。OK， 我可以在这里偷两个人头吗？啥？还能偷人头吗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哦哟，怎么一屁股烟雾弹子？哦，打得好激烈！你现在还没打，可以偷个人头吗？我打得好好的，剩最后一个了。
一屁股的人，全是人。换个位置。飞龙的一堆砸了，这一局有点质量啊！这一局可能前五都不好进啊。他给你丢雷呢。伤口比人补人闭口补人，一看你就菜。哦，哦，倒杀了我要。拿头补人。哦，全死了吗？还有一个。哦，这三个也不行啊，我讲就打中你的意向。哦哟，这是打我那一队不是？木鸡呀、啊，好像是吧？我看他们有那个龙哎，他十四个，可能是另一队。他要毕业了，他要毕业了，他就差一个，来再摇一波。这我就不摇了，我不摇了吗？来嘛，摇嘛！等一下，怎么就三个？我想想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出五赢财神，过去舔个包可以吧？蹭个包，舔呗。我在想用，没把钱。MG 三加 P 九零啊。不好吧？没事，我来帮你分担。那 MG 三你用呗。OK 啊。我拿把手枪，我把那个装上。等一下。喂喂喂！我走了。你走吧。哎哎，我的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？他们 MG 三在哪儿呢？哇！哎呦！这个好猛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走了，我就待这了。在这挺好的。啊，什么东西、啊？那个东西把车给顶飞了吧。啊，报废的车。嗯、啊、，MG 三在哪儿呢？在外面那个包，就是靠这边。前方有危险。就这个 OK， 看到了。
你俩大鱼要进城，在一个楼待着呀、啊？没有，我舔个包，我舔个包就走。在我脚下哦。我走，我走。今天已经零下，马上400度。哟，又落了一个坑头。怎么有？什么声音啊？这是？你打了，那我就不打了。要毕业了。哇，这都能行？附近还有个摩托的，你小心点。1500呢，好像前五了，我也好像是个打工仔啊。为什么这么多金嘛在这？这是开龙那一队的，他们就停在这儿抽的我。哦，我说嘛。着了着了，着都着了，这一把打工了，打工了，前五了，我们干吧。铁老板应该杀了16个了，剩下多少个人？剩下了9个，还在打架，猛干。着了呀，着了呀，没人了，被补完了，没人了，没人了，这怎么倒的？补了吧，兄弟，补了吧。最后一个了呀！啊！我操，这也能行？独狼吃鸡？这独狼吃鸡？这？
这有助攻，这肯定不算呀。这有助攻，这有助攻。哎，我没出手啊，我没动手啊。这有助攻啊？没有没有，有助攻，有助攻，有助攻。我这跳助攻了。那你死了我打的是不是？这不算。烦死了！我操！我眼看着打赢了，他妈的。这算吧，这二哥，这个。问问弹幕。问弹幕算不算？这个算不算？42个包，42个包。嗯，先把40的发。那我呢？我发多少豆呀？先发个42个。他们说算，那我再发一个31个。那我发30吧，那就算。好机智啊，比老板，他不动手，他等我倒了他再打。我本来想去亲人的，我看你在打，我刚都想下车搞他了。我发了个30的。今天气运不佳呀，给我来说好运来。你发了个40的吗？41个。我发了个30的吧。嗯？什么鬼？哦，这四十，我再重发出来，然后咱俩抢。OK OK， 那准备准备那个叶辰。啊？啊、哦？来手好运来。你先还是我先？我跳龙之城还卡了。差不多，咱们俩差不多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刚才我抢了多少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21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抢了多少？18，那就满打满算算个40嘛。哎，只赢了10个豆，这一波成了打工仔啊！这一波给皮老板打工的。打工仔？哎，不对，我是不是还得？我看一下，我好像还得退叶辰10块。啊？为什么？发了40的吗？发了2个40的，那你退他。你把这个包领一下，叶辰。他不是说发2个40啊？没有没有。不是是40两个包，个就是分成两个拼手气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那你退他10块，正好。我好不容易打把龙之城，我都飞到最外边的三房去了。这把也是10个头啊，15个币啊。冰雪赛场。OK。等我跑回来。你冰雪打完没人的话，可以开车去龙之城。我不信八把卡仔，今天就卡了龙之城那一把，哦不对，两把，还有一把是什么时候忘了。快了，感觉没他们快了。
飞走了。这谁这手速这么快啊，我操。啊。不是我吧，我跟。这小手速过来嘚嘚嘚嘚嘚都捡了。干嘛呢？